东西。那你知道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吗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No， 你拿的是中华民国证件。我拿的是什么？中华民国证件，那是中华民国国民，怎么可以公民选举投票呢？台湾是处在一个特别的状况。什么叫特别？台湾有一个特别的历史背景。我很清楚，我是在带国外旅游，现在在带国内导览解说，我是公民记者。所以你认为台湾应该怎么办？台湾是美日安保中，现在南海现在已经开始要打仗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明年不会选举，你知道吗？你完全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你在选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在选什么，各位高雄。